穿得好时尚呢。天际野他们有自己的停车场，还蛮多个的，但是他的店前面的停车场都停满，今天人还蛮多的。餐厅还蛮近的，大概一分钟内就可以走到。来帮大家看看这一间店好不好吃。点完餐之后，他会给每一个人一个这个牌子。好吃哦，嗯，哦，美，美味しい，嗯，ちょっとお酒あるな，あ、そう，嗯，这个第一眼看超像芭乐的。なんか煮物みたいなやつ。わあ。あんずかなんか。いちじくみたい。そうそう。じゃあ好像是无花果哎。这应该是蒸蛋。再来实际走到停车场看看。哇，之前在东京一直很想去看，然后一直没有机会，然后最近发现汇金这边也有，大人的话350，小学生250，然后小学生以下的话是免费。这里居然有熊出现过，真的还假呢？他们里面一进来还有这个就是 Insta by 的拍照景点，这个景点还蛮红的，大家可以来拍拍看，有蛮多日本妹妹都会穿和服来拍的。就是用影片拍照效果还好，但是真实拍照片起来还蛮漂亮，主要是因为它可能有这个水的倒影吧，所以拍起来会很可爱。好贴心哦，因为现在太阳很大，还可以在这边借伞。今天天气超好的，这花园超级超级大，然后它的特色就是每个季节都会去种当下就是当季的花，所以其实每个月来看都会有不同的花。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个来的，它季节就是正式盛开的时候它会是红色的，我们去看看吧。看这里就有很多这种宠物木雕，然后它是在整个园区内有12只，大家可以跟自己喜欢的，大家可以跟自己的生肖照相。嗯，トトロ、トトロ。違う。いや、ハードじゃなくてトトロだよ。見て。はい。前面的那个老夫老妻他们闻的这个，我也要闻，不知道有没有味道。嗯，没什么味道，淡淡的。这真的很漂亮哎！你们有最喜欢什么植物吗？
啊，你喜欢植物吗？你喜欢植物吗？安，非常的朴素。喂喂，哎，很好喝哎，就是它的果汁味道不是那种很假的，我不会讲，就是很纯的水蜜桃果汁。可是它当中的蛋很多，然后没有很甜，大家可以买来试试看，这个很不错。